2020年嚟到之前嘅两日，我收到呢个 post。你点啊？呢一刻你系咪喺一个温暖嘅地方？系咪好难平静落嚟？好无力，好不安。原来我哋已经一起行咗半年，呢段日子好难过。经历了雨伞运动之后，2014年尾，含蓄辞去建筑设计的工作。这六年，他形容自己过紧的是正职生活，副职插画。如果讲紧我怎样由一个建筑设计去到一个艺术创作，一来关于价值的事，二来是关于人和人的连结。以前呢，我覺得人是個別生活的，你無論有很多朋友、親人、工作，很多時候呢，其他人發生的事好像都與你無關，你都是要面對你自己的命運或者自己的人生。但是在14年，我就發覺原來每一個人發生緊嘅事都係有連結嘅。原來咩叫命運共同體？好似頭先講，有一個導演無啦啦俾人禁咗，其實好關你事嘅，好關我事添。因為下一個我就未必可以講呢啲説話，佢就未必可以出街講説話，再下一步某一個佢就連出街都唔得。好似垃圾咁樣劈咗喺度，呢啲好多都係平時出 post 啊嗰啲稿啊，係都係我啲稿咯，之後變成十幾張呢啲好大張嘅畫，這個呢是啱啱由做建築設計走咗去做藝術創作之後呢，收入面對好嚴重嘅問題。咁嗰陣時呢就有好多嗰啲藝術市集嘅，咁我又攞咗自己嘅一啲畫去印咗啲 postcard， 然後喺上面畫咗一啲畫去賣，都搵到餐硬仔嘅。有一日呢擺檔嘅時候呢，就有一個人行過就買我啲嘢，然後佢話好得意呀，好可愛呀咁樣。咁我心喺度諗，明明我又唔係想做呢啲嘢嘅，然後我覺得佢係完全冇理過嗰個畫嗰樣嘢嘅內容。之後我就嗰日呢就將我所有嘅貨物呢送曬俾嗰個展覽，即係嗰個市集嘅所有人，然後從此就冇再擺檔。你揾生存嘅方法，然後你思考咩係生存，然後你思考咩係錢呢，跟住就開始諗，唔係生活出現咗問題，而係你需要乜嘢生活，點樣為之生活，幾多錢先為之生活呢？所以未有一個以物易物嘅嘢發生。講緊係你揾我做一件事，我同你換一餐飯，個作用係我重新諗我嗰一刻需要乜嘢生活。同一時間佢去諗我需要你嘅作品個價值係乜嘢？除咗用錢呢個量度，用錢唔係問題，淨係用錢先係問題，從來都係咁樣。因為好耐啦，呢張嘢係兩三年前啊，
當初他們找我畫的時候，我 propose 我將這些幫過他們的人畫上去，上面有他們家人，有他們的廚師，又生了一對孖仔，那時候的員工執紙皮的婆婆，今天畫的那個是台灣的陳局長，還有一個醫生，那醫生就是運動期間有一個傷者入了，所以他就找了一個醫生幫忙做一些急救。其實我畫完我一直都覺得是悶食飯的，直至他說覺得我蝕底，明明我就經常去吃飯，然後那間餐廳都不便宜的，所以他們就堅持換了兩張機票給我。去畫一件漂亮的事其實可以很少溝通，即是你跟那個你幫他畫的人，但是去做一件這樣的作品，很多時候你需要很大量的溝通，因為你要知道背後的故事。原來呢，我很多的做的事都不希望他只是停留在哦很漂亮或者很裝飾性的事上，而是他可以創造其他連結的可能性，即可能是看的人和個故事回憶，又或者和自己的連結。看回自己五年前的畫，會覺得多了 information， 少了空間思考。現在我去畫，我不會畫這一張椅子。當我畫了張椅子給他，大家就會聯想到是公園，是一張長椅，是一個戶外。但是當我撕走一張椅子，他坐在那裡，他就可以坐任何的地方。以前可能我信任少了，我覺得人家不明白我的，所以我要畫多一張椅子。對我來說，作品是雙向的，因為當你去做作品的時候，是一個探索自己的過程嘛。咁喺人哋睇你嘅作品嘅時候，其實佢都有同一樣嘅過程噶嘛。我去畫一個好痛苦嘅人，然後我唔係想你知道我有幾痛苦，而係我想你去諗咩係痛苦，你發生過痛苦嘅事。當然你去揾自己嘅痛苦，你去揾自己嘅事嘅時候，你會明白我多咗。但是我都希望你是明白自己多了，不會告訴你聽我就是要你帶去721的場面這樣，或者我就是帶你見前線的抗爭，而是你看到我的作品，你會去想關於你的抗爭。你知道現在呢，其實就算你好好地生活在這個香港，你都沒有一個很日常的畫面，因為其實事情發展得那麼急，那個節奏即是現在一日可以有四五樣東西發生，其實你不知道，即是 你會生氣，其實你不是很知道自己情緒，不是很知道究竟自己在想什麼。然後我很想做一些事令到大家覺得每一個人都是面對緊呢事，佢日常生活，如果你覺得每個人都一起過緊咧，咁多少少令你覺得舒服。我就開始咗一個 project， 就係我想去認識呢個時代下嘅100個人，又同佢哋食一餐飯，聽一聽佢講佢嘅日常，然後變成一啲畫，然後畫翻本書仔送俾佢。希望之後有一個展覽咧，就係令到每一個人去睇、去閱讀呢100個人嘅日常故事，多多少少揾翻一種日常嘅節奏出嚟。咁咧，我就將佢哋嘅訪問幾個鐘嘅訪問咧，就簡短咗成為20句嘅故事啦。咁然後我就將嗰啲文字變成畫。我喺度諗緊，咁樣就 OK 啊？定係我會做一個封面俾佢啊？其中一個咧就係咁嘅。我爸爸咧係一個小巴司機，佢係嗰種咧唔會理黃藍標籤嘅人，因為佢覺得咧人就係人，冇咩顏色之分。近年嚟咧，佢改變咗睇新聞嘅方法，
睇一件新聞嘅事嘅時候咧，佢會選擇討論事情嘅延伸，尋根問底。有一日咧，當我夜晚兩點翻到屋企嘅時候咧，佢走過嚟問我：智利係一個點樣嘅國家呢？我用了一個鐘頭時間，盡量解釋智利發生的事，由地鐵加價去到抗議示威。我好記得他最後跟我講了一句，都是累積了很多不公平啦。由一個社會事件去啟發一個老人家學習討論發生的時候，那種進化是很美好的。現在很多事都很無力，當你細心觀察咧，每一個細微嘅進化咧都好漂亮嘅。而家就尖沙咀啦，咁記者咧，其實我哋一齊會行入去彌敦道咧，就去翻某幾個位置去影相。咁其實咧，我啲咖啡林裏邊咧，會大概曝光五至六次嘅，咁就有一個電影嘅效果啦。尹子聰喺英國修讀紀實攝影，畢業之後佢冇選擇做衝鋒陷陣嘅攝影記者。而是透過影像去創作，他的作品以城市和郊野的景觀為主。我又不可以說真的很攝影的攝影師，我不是真的要很刻意拿部相機去周圍獵採一些光怪陸奇挑動人的情緒的影像，反而我是很深思熟慮我想表達某一件事，咁 just happen 我用影像嚟到去表達我某一啲嘅情感同意識嘅啫。喺呢個數碼攝影嘅年代，佢仍然鍾情於菲林拍攝。菲林相機影相嘅話咧，有時我哋肉眼見到嘅嘢咧，菲林都未必影到嘅。咁我就係中意呢一種見到同見唔到之間好曖昧嘅關係，可以俾到我呢種咁嘅方法去創作。很多嘢我唔係用直接圖像去話俾你聽發生緊咩事，而係有好多比喻啊，或者好多潛語言喺裏邊啦。我影尖沙咀，但其實我唔係講緊尖沙咀，其實係講緊尖沙咀發生咗啲咩事。圖像可能就係個面啦，我有棵樹，有個人，但如果你當你睇，其實睇個 depth 啊，即係個 depth 其實就係我所謂嘅潛語言。不是只是純粹影像上給到你的訊息，而是影像之外它下面那些東西究竟是給到什麼的意義你。由2019年夏天開始，他去了十幾個當時曾經有激烈事件發生的地區，以同一格菲林在不同角度去拍攝那區的照片。Aftermath 我會做 ，instead of 令人熱血的影像 ，which 我哋成年都睇唔少啦。用一個地質嘅形式咧去講翻，其實原來嗰度曾經發生過啲咁嘅事，同埋我哋睇到啲乜嘢咧？我哋因為呢件事而可能睇到啲乜，或者睇唔到啲乜咧？咁其實喺相裏邊有個潛語言就講緊呢樣嘢嘅。呢啲其實係我哋叫做 test print 啊。曬咗一個影像出嚟，咁我睇下個效果。曬嗰陣時，可能我係將個對比減低啲啊，令佢灰啲同埋白啲咧。咁其實俾到一個效果咧，好似張相啊飛走咁啊，即係好似擺得好耐啲相咁啊褪色咁樣。其實某程度上我都想做呢種效果，因為呢一年發生嘅事，我已經唔知道究竟呢個地方係點樣。照片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看当时的城市，但是他最初创作的原意原来跟社会运动没有任何关联。
呢個作品嘅原點咧，其實係喺2018年香港藝術館度 commission 我做一個 work。咁其中一個 criteria 咧，我就要去 respond 唔同香港地址嘅藝術品嘅。當我同藝術館講好曬我點到嘅時候咧，那個運動就發生咗啦。咁其實我就唔係話真係刻意要擺運動喺我作品入邊。我諗喺嗰刻我嘅情緒其實係俾成個運動帶住咗走。呢度兩張，一張中環，一張美孚，即係某程度上見到某一啲輪廓嘅啫。成件事咧就好似好白啊，好睇唔到啊，即係好似好 fade out 啊。咁其實我就係想講我熟悉嘅中環消逝緊。呢兩張黑系列咧，我俾咗一啲好有限嘅資訊，年啦、月啦、同埋日啦、夜晚黑啦，等觀眾可能佢自己會唔會睇到？哦，6月19日，哎呀，凌晨1:02啦，我嗰晚其實做緊啲乜嘢咧，或者諗緊啲咩咧？呢度呈現四張相啊，郊野咧就黑色啦，咁城市就白系列啦。其實我想講就係黑白分明，就係咁簡單嘅啫。藝術館的展覽雖然已經完結，但是這輯作品仍然還在創作之中。每逢月圓之夜，他都會繼續去西貢影海，是郊野系列的延續。夠了，我想唞唞，我想抽離一下這個這麼荒謬的社會，我想抽離一下這個現實。為什麼我會逢月圓會走上山道？落雨又好，咩天氣都好，我都會坐一晚。就算幾辛苦都好咧，我諗嗰種辛苦反而係令我有一個更加實在嘅存在感啊！感覺到自己可能好辛苦，我感覺到我去呼吸好大力去唞氣去爬山啊，我感覺到嘅心跳啊、流汗啊，我感覺到寒冷啊，呢一樣嘢係我諗感受得到係實實在在嘅存在感啊！聽住一整晚的海浪聲，對住一整晚的海，咁我想是一個時間去抽離咗一個好超現實的空間。對我嚟講，影海其實只係一個行為，實際上其實是關於我自己，想找到一種慰藉。點解揀月圓呢？係個技術嘅問題。因為如果唔月圓嘅夜晚咧，無論你曝光12小時一整晚咧，真係影唔到嘅。另外一個原因係，我諗月圓之後去照每一樣嘢咧，唔知點解都乜嘢都靚曬。任何最污糟邋遢或者任何最唔靚嘅嘢咧，喺月亮之下一照咧，每一樣嘢都好似完美咗咁樣。我諗可能係反映翻。我好希望呢個社會，或者好希望嚟緊發生嘅事係可以好 perfect 啦。日出嘅時候，我就要翻翻呢個現實嘅世界啦。有種好矛盾嘅感覺喺度，翻翻去冇問題啊，沖個涼舒服服啊，但係點解又好似唔好想走呢？矛盾呢樣嘢永遠都圍繞住我哋生命。但係嗰種矛盾亦都唔係壞事嚟，我覺得。以影像作為隱喻，尹子聰以獨特嘅視覺語言表達自己嘅觀點。最近他筹备一个以水为题材的创作计划，第一部分是拍摄水塘和东江水管。水其实不是只是水那么简单，水是牵涉了很多不同的层面，政治、社会、我们过去、我们未来的将来、我们历史的一些矛盾、我们开始 realize 作为香港人我们的身份、我哋會點啊？我哋下一代會點啊？
所以係諗下諗下，我就會翻翻個原點去睇翻我哋嘅歷史啊。影個水塘冇乜特別啦，有個水壩，有啲水喺度，裏邊其實包含咗成個香港嘅發展嘅歷史啦。好似啲相咁，其實都平板嘅影係，張張都係同一個 perspective 咁樣。呢啲表面上可能係冇乜特別嘅嘢，其實如果係睇深入啲嘅話，我哋了解咗歷史啊等等嘅話咧，原來水喺香港係我哋政治一個工具。嗰、那個 project 咧，其中仲有另外一 part 咧，就影東江水管嘅。佢喺羅湖入香港境嘅，然之後慢慢咧，佢就會落咗地底咧，就冇咗，你會見唔到啦。係，咁我咧就嘗試揾翻曬所有見到嘅水管。個呈現就係一邊咧就係一張水塘嘅相啦，另外一邊咧就係一張水管嘅相。咁大家其實即係有個張力喺度啦，同埋見到嗰個水管喺嗰扇玻璃嗰、那個。支配啊，或者個水管嗰個大細啊，咁其實可以做一個比喻咯。好多時我嘅作品可能係要唔知行幾多日啊，去幾耐啊，跟住又唔知過幾多晚嘢啊。我諗其實係個過程。我需要呢種過程去做嗰個沉澱同埋去反思。個創作唔係咁快門嗰下，其實個旅程本身基本上就係我創作咯。啲相其實係擺 product 嚟嘅啫。